感觉有较好一撮，但是因讲普较声若较大声，讲会好较紧。谢谢啊、哦！我竞选总部主任委员蔡崇明、蔡主委哈，所带领的全体竞选团队，以及现场所有的长官贵宾，啊，搁有甲我逐工拢行做伙，咱的乡亲士大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好。28年前，阿良伫个东宫里的乡亲，甲支持。甲鼓励、甲肯定的状况之下，来担任东宫里的里长。这28年来，阿良呢对东宫里的里民乡亲，我就是用专心的服务、认真甲打拼来回馈予咱东宫里的乡亲。所以这28年来，各位乡亲，阿良的表现有好无？有啊。因为阮阿母伫个咱遐开干妈店，我自做囡仔的时阵，厝边隔壁人若是讲厝内有啥物工课做袂起的，有啥物较重的物件搬袂叮当的，伊拢甲厝边隔壁讲：“恁稍等下，阮阿娘下课转来，还是上班转来，我著叫阮阿娘去甲你斗三工，甲你斗搬，阮阿娘做骨力的。”所以讲呢，我伫个细汉，就是在我的爸母吼，因甲我调教，咱无管住到倒位，咱一定爱来甲咱的厝边啊，爱来甲服务啊好势。所以讲，我就是秉着这种的精神，啊认真、打拼、骨力，啊嘛，互乡亲来支持我28年啊。这边阿良受到乡亲真侪人的鼓励，因拢甲我讲。这边有两个议员无参加选举，是咱扩大服务范围、同好的机会。所以最后阿良决定来参选七议员。参选的原因，就是为着要来服务大家啦。意思有够水。但是伫个参选的过程，我即马常常拄到一个问题，因拢问我讲。到底穿黄衫是啥物意思？吼、哦，我甲恁讲，啊，就足简单嘞。啊，我姓黄，啊，唔穿黄衫要穿啥？因为阿良这边用无党的来参选，原因真简单。恁甲看，咱现在咱的政治未清明，咱的社会未进步，咱的国家未发展，原因伫哪？原因拢全伫个哪里个恶道？你讲对唔对？阿良，你想，如果咱个哪里，咱卖甲分颜色，大家会当共同合作来拍拼，咱是毋是进步会足紧个？咱会当阁恢复甲过去奇迹个台湾？大家讲对唔对？对。所以决定呢，我嘛过去阿良一直是。阮家啊，会使讲规家伙啊，拢全是最中心的国民党。但是呢，阿良这边决定要以无党来参选，我就是外国界拿捏阿弟啊，做一个分争，规天干阿弟啊搭嘴讲，拢无在条服务做代志。大家讲我安尼做对无？对。今仔网络嘛，有人伫问，穿黄衫就是行动吗？哦。有看到我心情拍的这支国旗啊无？有。咱爱就是中华民国，大家讲对不对？对，中华民国国旗，我们敬爱你。所以，咱的绿色的，因有因政党推选的候选人；咱的蓝色的，有因蓝色推选的候选人，因拢有政党的甲支持。阿良要甲乡亲报告。即马干阿我无尔，恁大家愿意做阿良的靠山无？愿意。阿良需要恁大家热烈的甲我支持，好唔好？只要我有机会，我定阿你讲，自阮阿母干阿店收了了后，
我请咱今仔日吼有伫东宫里的乡亲吼，举手我看卖啊一个。东宫里的各位乡亲们，不哩坐啦。我讲吼，阿良后手阮母啊，干嘛点收起来？这十六年呀，几乎无人知影我住喺哪，对不对？阿良即马住喺哪，根本都唔知啊。因为我十六年来，我唔捌和我的李明行到厝下来拜托代志。李明只要一通电话到伊，阿良就是去甲恁兜，恁讲对不对？我就去甲恁解决啦，对不对？我就让恁无烦恼啊，恁讲对不对？所以在大家的支持之下，阿良乃当当选，我同款会秉持这种的精神，因为二十八年来。我已经做惯事啊，无分人脉啦。我一定会为恁拍拼，好唔好？啊，人讲当选议员要做啥，总是要有一寡政见吧？吼、哦，我要甲大家报告。目前你新义区，咱无管做过一阶层的民意代表，咱只要上台，咱第一个一定爱为咱即马。老年化的社会一定要来做设想啊！大家讲对不对？对。我发现政府有真侪政策，结果呢，甲基层无法度落实。我东宫里，吼、哦，我是以一个例来讲，吼、哦，我东宫里的地形，平地无所在，悬山伫咧做悬顶。啊，咱老伙仔呢，若是无一个适当的场所，啊，咱要安怎来服务这些老伙仔？所以讲未来呢，伫个这个托老吼、哦、的部分，阿良一定会认真拍拼奋斗，要求政府一定要做入去咱人民的心肝内。恁讲好不？好。即卖政府因为拢全力无政治，所以讲无法度创造经济。害咱真侪人找无头路，咱钱赚少啊！我请问你，咱无法度赚真侪钱，咱要来人饲咱的时势？所以讲，咱即摆政府要鼓励人讲，你爱来生囝，大家是不是惊到拢唔敢生？咱以后未来阿良只要有机会当选议员，我赶快要要求政府一定爱对咱这些托儿的政策。一定赶快来落实，大家讲好唔好？好。再来一点，停车的问题非常的严重。刚才讲吼，东宫、东安、东明、东信，即卖信义国中遐吼，这个停车场吼已经做哩做好啊，所以伫个东安里遐附近的居民吼，可能会较方便。但是恁有甲发现无？这条叫做东明路外口接出去做人力路。这条叫做东信路，外口接嘴叫做信义路，然后后边呢有一个东宫路，拓宽较大条，啊，还有一条平地路，拓宽较大条。所有的车伫咧法院遐，拢全造成瓶颈，你讲对不对？对。这个交通问题，未来咱希望政府一定要来做一个改善，而且咱遐附近，包括东宫、东信、东明，吼、哦，啊，甲这个礼仪、吼、哦、礼堂、甲信路，咱这几里。完全无停车位，所以讲呢，阿良会来做建议，来拜托立法委员，来甲咱的市政府，咱希望大家来合作，咱来要求因中央的机关，欢迎伊个创华街起哩，迄、那个空地啊遐大片，啊，干那为着要创啥？干那为着伊要起一间迄、那个档案室，啊，留一片遐大片，啊，但是咱正经需要的时阵呢，完全找无土地。所以未来呢，阿良一定会拍拼争取，在遐个起一个停车场，让大家会当方便，安尼好唔好？好。正经要讲，我要甲恁讲，讲未完，吼、哦。今仔日我还阁耽误大家的时间，我简单正经讲到这，因为未来呢，只要恁民众有任何的心声，一通电话，阿良就到位啊，吼、哦，毫不出色的，随时欢迎大家来泡茶。今仔日在这个场合，我真的非常的感谢和感动，因为今仔咱的乡亲吼，真的来非常的多，雨遐尼啊大，咱大家遐尼啊用心来这，让阿良有温暖的感觉。各位乡亲，阿良在这，
深深的鞠躬，甲恁感谢，多谢。黄院长，动身，黄院。